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咁啊，翻嚟即系第六节啦吓，咁啊，首先不如咁啦吓，咁啊，即系话要即系尖下，可唔可以即系睇下我未来呢几年又会点咧？会唔会被拉咗去坐监啊？定系可能我移咗民啦吓？咁红点会？系咪唔会啊？系嘛 ？OK， 嗱，但系我想，因为咧我气管敏感，咁我想饮少少嘢先。好 ，OK， 因为我听闻呢只嘢好似几好嘅，开唔开到？开到啊，开到！我先抽饮咗一啖，好饮，试下饮。我都未饮过呢只。即係擺在呢度。唔知我聽講話呢只嘢好似話嗰啲日本指定嗰啲航空公司會用嘅喎，咳仔水嘛，係啊，都會用，係咪啊 ？OK 啊，我覺得呢只嘢 OK 啊，我都未飲過呢只。我覺得呢個幾好啊，唔係幾平。嗯，講得㗎嘛？講得$28呢支嘢$28，嗯，幾平喎。因為我見到出邊咧嗰啲便利店咧。呢啲咁樣嘅樽製嗰啲嘢飲咧，講緊$35。係嘅咩？係啊，所以我就覺得哇 ，OK 喎，日本嘢喎。嗯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哋問啦。好，咁啊，即係都係嚟緊呢幾年，你係事業定咩先？人身安全啦。真係咁危險啊？咩啊？真係咁危險啊？問下啦。好啊。咁不如你洗牌啦。好啊。洗牌就洗牌冇，一定咁洗先洗得。你洗到覺得夠就 OK 啦。張俾我啦。好，你抽啦，不如俾你。係。抽五張啊。五張。是不是說真話的？嗯，其實你有沒有想過移民的？有時會想一下。是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其實你抽到這五張牌裡面，先回答你一件事先，人身安全是 OK 的，嗯，但是你會有恐懼，這樣，是啊，是啊，我定在這裡。好。那這張牌你看到你的樣子是有恐懼，是。好擔心啊！嗯，因為你擔心嘅可能唔係你自己嘅問題，係你擔心你身邊嘅嘢。嗯，咁所以呢個都會係影響到你會多方面嘅考慮。嗯，同埋亦都點解我頭先咁講咧？你見唔見到呢一度啊？嗯，呢張牌可以放喺呢度。係有位女士啦，有小朋友啦。嗯，咁呢位女士咧就即係喂緊嘅小朋友蘋果咁樣。嗯，其實好明顯係講緊你嘅太太。嗯，你啲小朋友，嗯，咁呢個都係你嘅家庭嘅一部分。嗯，原來啊，康正你係一個好浪漫嘅人嚟。係，係啊，原來你做好多嘢咧，你係會預先 cover 曬你屋企嘅嘢，嗯、你先再出去跑嘅。嗯，所以你係一個唔聲唔聲，好收埋嘅一個大男人嘅性格。嗯，但係其實你係好有盡責嘅心嘅。嗯，係啦，咁好啦，再講埋呢一張牌先。咁我睇到康正，你其實本身係有啲諗法嘅，亦都有啲 idea 想再衝嘅。喺你嘅事業上面，或者可能未來生意又好，工作又好，打拼又好，其實有啲嘢係開始緊，又或者有啲係準備開始，或者傾緊。但係呢一張牌就係講緊你會唔會喐動啊？我覺得你有機會會喐動啊。喐動即係咩意思？啲意思未必一定係純移民。嗯，可能係旅居。可能是有些海外投資，可能是屋企人在第二個地方，你就要跑來跑去。嗯，搬屋你算不算呢？算的，同埋當然啦，你都是會喐動性好高。係。同埋你一生人咧，呢幾年都是變化會好大。變化大的意思即係話會經常性去不同的地方。咦？會不會我自己又開新網台啊，或者有入新網台啊？咁我先咪講咯，有些嘢。行緊，有啲嘢準備緊，亦都會有啲嘢傾緊。嗯，咁呢個係你事業上面嘅打拼。咁至於你話有冇一個危機咧，冇。嗯，我睇唔到你被困啊。
反而咧，頭先跌咗張牌咧，呢一張係教皇嘅牌嚟。係。咁呢張牌咧，係講緊其實你背後都會有一啲貴人啊，去幫你，或者想同你合作。係。邊度想同合作啊？所以其實我咁梅都想同合作。都唔係嘅，你有你嘅獨特之處。所以咧，我就覺得有人會同你傾嘅。係。邊個？所以放心，你冇一個被困嘅可能。放心。是啊、反而看到你可能會有些安排不同的事情、嗯嗯啊、另外啦，即是講我咁啊，大家講你，不如咁啊，香港咁啊，因為我之前聽啊，比如講又有紫微星人啊，又有三少佬大鑊，即明明啊，就等等嗱，唔好講香港嘅太遠啦，依家就二四年嘅五月啦嚇，嚟緊二四年嘅下半年香港會點？哦，你只係經濟啊，定係整體個民生？定係個社會整體啦，整體啦 ，OK。即係有冇運行嘅咧？你香港同埋如果大家有咩問題想問師傅，都可以寫定喺個 chat room 啊。好，二四年香港下半年，啊，唔好睇最衰嗰張，睇咗呢啲先。嗱呢張牌咧，見到就有個騎士喺度拼搏緊。嗯。咁啊，嗱，見到係拼搏啦。嗯。所以嗱，有冇收成係另外一件事。嗯。嗱，咁香港咧應該都會繼續做好多嘢出嚟嘅。係。有好多政策啦，好多措施啦。嗯。好多佢認為係好嘅嘢啦嚇。係。好啦，但係咧，溝到咗傻瓜。傻瓜，唔係傻瓜嚟嘅。即係話咧。如果以呢度嚟解咧，就其實可能係香港而家係有一啲比較傻啲嘅政策啦，咁、有少少叫妙想天開啊。嗯，可能佢諗住咁就可以咁、但係往往出嚟嘅嘢咧就事與願違啊。嗯，咁你點解咁講咧？就係因為呢張牌啦。嗯，好灰沉喎、好明顯見到啦，係嘛？好多啲劍喺地下喎、需要解釋啦，係嘛？哦，揞住塊面喎、其實頭先嗰張The Fool咧，呢一張牌其實係好嘅，但係好可惜咧，出嚟嘅效果係事與願違啦。O、okay, K， 即係等於即係有啲人自大才疏，佢想搞好多嘢，但係點知佢就原來冇料到位傻嘅，搞到咁啊，搞到我哋一鑊粥。啊，都會係㗎，因為呢一張牌都有講到一樣嘢。香港距離啊，距離、做嗰班人都唔係人和，唔好話市民對你點，呢一個係講緊同你一齊合作嗰班人都唔係人和，咁、所以喺一個唔和諧嘅環境底下，你唔會做到啲咩嘢？嗱，即係會唔會好似大台嗰、那個男子組合咁嘅個名叫窿鳩咁樣，窿鳩曬咧？而家仲有冇㗎？仲喺度嗰個組合。但好似話係咪因為咩？合約問題，所以又唔出得數嘛？唔知佢之前取消咗個即係嗰啲簽名會啊，但應真唔知咩原因咯，不可抗拒因素嘛。好似你話齋窿啊！咦，即刻有網友問，有網友問嗱，嚟緊美國十一月就會係有大選，咁啊，即係話美國大選會唔會為美國帶來或者全球帶來嘅改變？甚至對香港有冇影響？好啊，即係美國大選會唔會對香港有影響啦、同埋大改變啦。係啊。嗱，我諗呢兩張牌咧係一啲好愛政府嘅朋友好中意睇到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嗱，美國嘅大選咧，就應該咧就唔會有好明顯或者好大嘅改變。係。咁因為咧個問題依然都係存在嘅。咁我會預計呢兩張牌講緊咧，美國將會有好多問題都會一路發生，一路揭示。咁所以咧變咗都幾多嘢煩嘅。係。無論係今屆嘅政府定係下一屆政府都好。好啦，咁你話對香港會唔會有好大嘅影響咧？抽翻同一張牌，哇！真係同一張喎、啊。洗過牌之後抽翻同一張牌，咁我會咁講嘅。香港某程度上係會跟風，咁所以咧，
人美國越亂的話呢，其實香港都會亂。嗯，咁如果美國經濟差呢，香港都不會變得好。嗯，咁所以其實你期望美國好好過啦。係，係啦。咁啊，嗱有啲網友都想問啊，但係譬如有啲話，我想問事業啊，有啲問曼城啊，可唔可以攞英超冠軍？佢使唔使寫得再仔細啲咁點？你最好問得清晰啲會好啲。例如咧，譬如想問事業係，即係譬如你話你究竟你事業係想問你而家要辭工，想揾份新工啊，定係還剩點咧？嗯，我唔知你做邊行嘛？你事業咧想知啲咩咧咁樣？咁啊，至於話嗰啲咩球隊會唔會攞到英超冠軍都得唔得噶？嗯，阿聰咩？哦，嗱，我見到有一個話咩問港聯有冇事嘛？係，我呢個就清晰啦，我直接講聯有冇事好？唔會，短時間內唔會有啲咩大問題，唔會，因為本身都唔係好噶啦。我答得好唔好啊？好，本身都唔係好嘅，你亦都唔會短時間內都唔會有啲咩大好嘅，同埋都幾灰沉下咯，先個進化，所以都係比較沉寂啲嘅。嗯，咁啊有網友問，佢話即係康正斌你師傅好，佢個女就啱啱移咗民去加拿大，嗯，咁啊想問個女話呢個媽咪想抱孫啊，咁啊幾時會有真命天子出現，同埋幾時揾到工？睇咗個真命天子先啦。好啊。嗱呢張牌咧，講緊你個女咧，某程度上都幾大女仔、大女人主義啊。係。佢好強勢啊。咁我女王喎。係啊，咁我覺得佢會先安頓咗個工作先嘅。咁拍拖感情呢個後話。咁如果你問我幾時揾到工作咧，以呢張牌嚟講，嚟緊啦，佢慢慢呢嘢穩定咗之後咧，佢應該會順利嘅。嗯。會揾到工作㗎啦。係。咁但係真命天子未咁快出現。OK， 哇，咁啊，女王喎、啊，哇，咁啊，台灣會唔會有危險？阿仙奴會唔會攞英超冠軍？這個好啊，嗱，我呢、這個梁德寶，哎呀，噏咗佢嘅名，康正興師傅，在下單身多年，究竟有冇之後？即係之後有冇可能拍拖咧？應該哦，今日抽到好多同類型嘅卡。康正你的卡，喂這個怎麼行、啊、又有老婆又有兒子，就算現在未有將來會有、你這樣解釋我不可以說你錯，不過我只會這樣說，這位網友呢、我會先形容一下，你有少少宅、啊你不是很主動 去識人、這一張牌就是說其實你不是沒有機會的，不過呢你對於在感情方面你比較弱，是怎樣處理感情關係方面比較弱一點，所以我覺得你需要去可以試試進修一下怎樣去結識新女仔的技能。但這個可以在哪裡進修呢？有的，我覺得你找多些豬朋狗友啦。 OK， 你會教到你的。他說跟著有網友讚他說什麼 Benny 師傅非常準，因為他找過你幫手。但另一個網友叫 Wendy 都是想問有沒有姻緣。好啊，大家都好成，是不是受到可伯的啟發都想有份姻緣呢？要啦，可伯都有你沒入沒的。好，這個是有沒有姻緣是哪位？ Wendy OK Wendy、你放心啦，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好好的牌，你看到有隻金牛出現了，是不是代表了呢、你的感情其實接下來是沒有問題的，不過你要個人不要那麼實際，看男士啊，或者看一段感情咧，你要放輕鬆的心情，不要每一樣嘢第一件事就即刻諗老公，或者諗一個家庭，不要咁逐步嚟啊。我覺得你就會很快找到嘅。同埋呢張牌都係一張很靚的卡，咁所以基本上都是你會遇到一個很好的人。咁有網友I 心就話佢健康會唔會有好轉？健康有冇好轉？咁即係假設佢有一個問題啦。嗯，係咯，即係本身健康唔係太好啊。要注重啦，希望你嘅健康咯都。喂，好似呢張牌咁啦，你嘅健康真係比較弱啲、差啲。我會建議要你注意一下休息的作息的狀態，還有你有很多問題都是來自於舊患，
同埋你唔係好錫身。咁我覺得好似呢張牌咁，所有問題嚟自於你自己冷長身。你肯放低一啲問題咧，其實你嘅身體會好多。同埋要改變一下你個作息時間。心態勝於你嘅身體。係啊。Yuki 就好追 Benny 師傅，可唔可以幫我留言相翻去少少少少？留言相翻少少啊！嗱咁啊，我問多五條去佢問題啦嚇。好，咁啊問翻啲六先。好，咁啊呢又係姻緣喎，呢個叫 Running Musk， 佢想問佢有冇姻緣。女王啊，恭喜你說，恭喜曬，係啦。如果你哇早性感喎呢個女王，如果你唔揀擇嘅話咧，其實你係有嘅，即何太都照要，即嗰只嗰啲，冇錯，放心啦。不過佢叫一樣嘢，呢一張牌係講緊多啲分享你嘅愛。多啲主動去話俾人聽，你嘅人係點樣，唔好收埋自己，你會遇到嘅，放心。好，咁 Angel 去問，想知短期內揾唔揾到另外嘅工作可以 work from home 嗎？而家仲興 work from home 嗎？睇下先，短期內係嗱，同香港揸住個副牌嘅話，唔係太滿意啊。你不是找不到啊，不過找到那份嘢都係強嘅，你會做得很辛苦，很不開心咯。所以我覺得有時有些工如果不啱嘅，唔好勉強啦。咁反而就過渡期會比較好啲。OK， 好，再落少少，有個叫 Milo 嘅 ，Milo 就話上翻少少，上翻少少唔該 ，Milo 嗰度，上到啲啲啲啲，哇，原來～見到，見到啦！嗱，佢話佢本身好多病痛，咁啊想下事業，咁啊依家仲揾緊工嘅，咁啊請問揾咩工先合適喎？阿美老闆，呢一張牌咧就係講緊要好作息、好準時嘅工作。一啲要 OT 嘅你唔好諗。過分勞力嘅唔好諗。呢一類型比較，我形容叫比較荒廢啲，或者可以叫做。懶啲嘅工咧，最好就揀政府工。呢啲會比較好啲，即係總之唔好太辛勞，嘅啲嘅，準時收工、準時開工嗰種會比較適合嘅。簡簡單單，唔好搞咁多嘢。又有叫阿 B 堅，又係問單身咗好耐，幾時有姻緣？大家都好想有對姻緣，好想飲湯嚟佢你哋。好。呢張牌咧講緊你煩惱緊，你惆悵緊，咁呢個就要睇啦。其實你手頭上唔係冇選擇，不過問題咧就可能要問下自己究竟中意啲咩。咁呢張牌有時要問基本步，問一問究竟自己其實想要啲咩先。有時唔係話冇定有嘅問題，係你自己知唔知自己想要啲咩？因為自己有時諗唔清楚嘅話咧，你會阻礙咗自己段姻緣嘅。明唔明白啊 ？B 堅啊，咁啊 Ken B 通話 Benny 師傅，我同男朋友一齊咗八年，哇八年啊，最近好多衝突，咁啊應該何去何從咧？試下將你哋嘅衝突變成你哋生活上嘅一種溝通模式。有時咧吵架咧可以係情趣嚟嘅，你哋呢八年好似呢張牌咁，其實根本冇停止過。要散咧，早就散咗噶啦。我只可以講，你哋兩個都係有病嘅，係咩咧？妄想被迫害症，中意人嚼啊。O K。所以如果你哋安安分分咧，你哋早早散咗嘅。就係因為你哋有呢個癖好，所以我唔會話好唔好。不過呢張牌咧就係講你哋要做一個平衡。咁同埋有時咧，對方講嘅説話或者你講嘅説話咧，過分。即係嗰啲好 mean 咧，冇咁上心，其實就會好好多。OK， 咁另外阿 Van Van 呢個，佢失業咗一段時間，想問幾時可以揾到即係有發展嘅穩定工作？
仲需要啲時間。嗯，呢、這、一個咧就係講緊未揾到好適合咯。嗯，但係散工可以做下先嘅。係。好咁啊，不如我最後最後佢兩條咧，咪見真係好多好大打刀啫、嗯。我哋冇咗啊師傅咁嘅時間，上翻去啊，我哋跟翻個次序，立翻。好啦，咁啊。最後就香港人樂觀同埋阿 Louis Andy， 香港人樂觀就問佢有冇財運？有冇財運？最近會有所改善，但係個問題，你本身自己嘅使錢有問題。嗯。你點樣處理你嘅財富係一個問題。即係唔好掟啲錢成日流曬出去。係啊，最近你會有。有所改善嘅，不過好似你唔識得理財，呢、這個會令到你好大問題，小心呢樣嘢。咁啊 ，Louis Andy 就問佢同暗戀對象最後會唔會一齊暗戀咗 ？Louis Andy 暗戀啊，最後會唔會一齊啊？人哋知唔知你中意佢先？但暗戀應該即係唔知啦。俾啲提示你啦，我驚咧，你再唔做嘢咧，你會俾人調咗佢喎。係，即係快啲。其實無論對方喜唔喜歡你都好，其實我覺得你有權去俾你知，表達咯。O K， 但即係使唔使好含蓄啊？定係點？就唔使嘅，因為你諗得太多啦。O、okay. K， 我覺得如果你話表達咗，但冇朋友做嘅呢、這個人，你都唔抵行啦。嗯，所以我覺得你主動啲。嗯，嗱，本來想放，但係因為呢個 Show M K 咧，我識佢好耐，佢係好多病痛嘅。嗯，咁啊，所以佢想問埋佢衰運行曬未？衰運行，佢本身我即係好多病痛。我諗咧，坦白講句，呢一張牌我會感覺到你咧有一個問題。蘇 M D 解靈還需係靈噶，你其實有啲心病問題。嗯，我覺得只要你有某啲位你解開咗嘅話咧，其實你好多衰運都會行。嗯，因為你有好多嘢睇唔通，同埋有某一啲嘢執著緊。嗯，咁所以好似呢張牌咁，其實你選擇點行，其實睇你自己點樣拆嗰個馬。嗯，但係你嘅心裏邊仍然都咬住嗰樣嘢嘅，其實你就唔會開心。嗯嗯，咁啊，雖然見到就好多網友有問題，咁啊，其實如果網友有問題，可以即係直接揾阿 Benny 師傅啦。佢哋可以點樣揾你咧？基本上係。打我任何 Benny Mars 嘅名字都揾到我，我基本上我逢星期三、星期六日都會見下嘅。即係我甚至都見到啦，13號啊，都將阿 Benny 小嘅 Facebook 就即係置頂咗啦。我哋可以翻翻留言去翻去佢最新嘅啦。咁啊，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咁啊，因為見到大家好多好多嘅問題，我識即係時間有限啦嚇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即係聯絡 Benny 師傅啊。係啊。係咁啊，即係其實我。Benny 師傅都頭先見好唔少網友嘅，都話其實揾過你都好準確噶。多謝。咁啊，即係當然 Benny 師傅都係即係掂我先會再一次邀請佢上嚟。好高興啊！即係我覺得每一次嚟都有新鮮感。係。係啊，我覺得我應該嚟呢個第二次。係。係啦，但係見你就唔知第二次。嗯。咁但係我每一次嚟都係圓坑一面啊，見唔到 Benny 哥。係啊，通常你哋網友成日話我個樣同你樣似嘛。你靚仔好多。你就係嗰把秀髮啊，大佬！請呢件秀髮都殺曬啦！因為我真係我都好傾慕啊 ，Benny 哥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喺你哋嘅節目見過 Benny 哥嗰啲真性情，我好想睇下真實係咪真係咁。係，你即係佢話會出來食燒賣，睇下係咪真係會出來食燒賣先。嗰種奔放咧，我好想即係體驗一下。啲師傅都幾好，用奔放嚟形容佢唱歌。係啊，因為我知道佢嗰陣時有睇過我嗰陣時做嗰個音樂節目，佢有講過，我知道啊，乜原來佢都中意㗎。跟住佢又好奔放咁唱歌，我見到佢哇跳曬舞咁嘅樣，哇仲要依衫可以並嚟並去嘅，我好欣賞呢種人。咁真實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好想睇下佢係一個演員咧，定係咁真實嘅人？係，咦？頭先有人貨金咩？等等，上一上。同埋呢個真係幾好飲喎！再上去。哇！呢個俾咗五磅。歐羅啊嘛，係嘛？呢個 Pan Steel。佢本身應該做白領工程師，好吃 work from home， 唔
唔係好中意份工，但係啲錢唔錯，係咪應該即係用空閒嘅時間做啲喜歡嘅事，係努力進修勤學？好。啊！咦？呢張未見過？未見過，但係呢張七嘅 cups 咧，其實係講緊，我覺得你可以向住你喜歡做嘅嘢去進修，或者係發展，因為我覺得你成生人咧花咗太多時間去做正經嘢啦，你係就去做一啲你自己嘅唔正經嘢，係令到你開心嘅嘢，好舒服嘅嘢。因為就算你好努力去進修都好，唔等於將來你唔做呢件事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你而家有空閒咧，其實係可以做呢件事，同埋唔好覺得無聊咯。其實好多無聊嘅嘢會慢慢變成你將來嘅一個生活或者事業嘅。咁啊好啦，咁啊今日都好多謝，即係俾你話講咗好好多嘢，我好即係譬如尤其是你講嗰啲即係嗰30,000元嘅故事啊，或者同盲公診嗰啲交流啊，都非常之有趣啊。好，咁啊多謝曬，我哋下次有機會我哋再見面啦。好，拜拜。